1999年3月2日，大学联招出现重大变革，大考中心宣布，三民主义对计当当开始在考试科目当中废除。但是对1995年三民主义由原先的100分调降至50分了后，真侪老师对废考早就心内有数。如果今天废考不废教的话，我们老师可以就我们的教学理念，我们可以设计更活泼的教材，然后更生动的上课方式，来启发同学们对这门课的认识。2006年，教育部在九五课纲当中，将三民主义、公民与现代社会三科合并作公民与社会，三民主义科目走入历史。2007年3月2日，免费作文报由批报发刊，发行头一天放伫台北作文就考出180000份的报纸，一透早就被提了，真受欢迎。它的内容更多，对，而且跟就是还蛮休闲的，就是很适合在捷运上面看。不过，随着智慧型手机啊普及，民众阅读的习惯改变，由 PayPal 在2018年4月27日停刊。